今次咧好開心啦，嚟到台灣台北拍 MV 啦，咁啊同台灣嘅導演大頭去合作啊。如果你要上新的话，就可以完全上新。笑笑的笑笑又 OK。我哋而家嚟到鯊魚宴啊，呢个系台北嘅老店。咁我嗌咗个鯊魚宴试下，咁啊唔系真嘅鯊魚嚟嘅，咁啊有啲鱼肉，但系佢系冻食嘅，有啲奇怪。咁啊有个干板条啊，板条系粗面咁解，咁啊几好食。咁啊借住导演佢哋嘅手机，喺放大镜睇到佢哋睇开啲咩。然后只要按放大镜，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爱看什么。然后我点开的都是女生，哎，不止哦，我不常，而且不止哦，也有很多动漫，很多海贼王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慢慢构思咗呢个故仔，就系阿小鱼遇到白衣人，咁啊无啦啦咧咁啱撞正咗我喺度食嘢，叫利用咗我嚟躲避咗黑衣人嘅追杀，系咪追杀咧？其实就唔知系咪追杀嘅，总之系追捕啦。我哋而家嚟到北头啊，北头小雨啊，耶！我们等一下飙车，佢话佢挑战我踩单车喎，漂移斗快，漂移，对，漂移，漂移，你要漂移啊？你要漂移啊？没有啊 ，OK 啊，等一下比赛一段啊，对啊，不会，你会赢啊？不会，我会赢，去加分。好，你输啦！好吃吗？又食嘢啦喎，点啊？真系好食。都食咗少个二拎嘅，挂住。咁我咧就慢慢对呢个女仔产生咗好奇心，咁啊同呢个女仔咧就有一段感情啦。而之后系点咧？咁啊，記得留意 MV 啦。